你来。走晕。这么容易的吗？不可思议，有点意外。第一波怎么怎么没敌人？换掉。待会才是最难的。我去第三个猛了，去第三个补给室。你先捡了个哦，没事了，我来，我来。哎，别，先捡破片雷，然后再捡这个，就可以再补充一个破片雷。还有个子弹。我现在29发，过他。哦，是往这里走。需要装填弹药。好痛啊！已消灭。一来。解决那个哨兵了。解决了一个子弹兵，没了，牛逼！很好，厉害了厉害了！我记得这里还有多少？装填弹药。Hello， 七枪。厉害了，厉害了！第一个安全室，不可思议，第一个安全室。安全室安全了。两个人好像敌人的难度并没有三个人那么高。只要不一起上啊，子弹有点少。嗯。这里还有一盒。刚才收到了你们的讯号，你要我回头了，听到了吗？了解了，待会儿见。我拿吧，我这。5、3、2、1。我感觉我子弹越来越少了，我现在23发而已。29。在攻，为什么我们最后一波总是过不去？可能我手，可能我手雷丢的不够多。嗯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嗯。我应该把那两个秒掉那个子弹兵，那个木丘机关枪伤害太高，一颗子弹就能打死你。他在浪费手雷，他喵的在浪费手雷。等等，
丢下来，丢下来。我说，他还捡了那个。如果他非要拿这个的话，我们只能走左边。嗯。装填弹药。哎呦，够！打到他没，那他就会开心。哎，我在试着战斗哎！哎，真该死！现在是我的了，很好。等等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直接贴怪，我三没有枪，然后手上枪没有子弹。不要没子弹了。需要装填弹药。妈，最后五发子弹。Request A。上场杀敌了。好没有。用掩体，我满血了，满血了，我操！这什么鬼玩意儿？这什么鬼玩意儿？也不怎么强吧。不要过去，不要过去，会触发那个。哇，舒服舒服，看到了一个很大的补给箱。哦，这里还有弹药。子弹被他捡，你可以捡这个。我剩十四发子弹了，这怎么打？我们要把它关起来吗？还是打它？关起来吧，森林子弹。关起来吧，我也不够弹药打。悄悄的走，不要跑。他不会知道我们存在的。我觉得顶一场是个瞎子，他居然不知道我们的存在。他还关门了。等等。如果我们走到他身边，哇！没有，这里需要帮忙。我操！哎，我们动手吧，快去把他关起来。快过来把他关起来。走走走走走走 ，Come on！ 行行行。快跑快跑，去终点去终点啊！我觉得我能行，
已经抵达撤离点。我被。我觉得我们能行，哇哦，厉害了！那个几万，居然也可以，队友被牺牲了，哇！你们有考虑过别的行业吗？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嗯，对。